在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的博罗县境内，矗立着一座山势雄伟、风光旖旎及奇峰怪石、飞瀑名泉、神物奇云、洞天幽景于一体的南岳名山，那就是被史学家司马迁称为岳岳，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的罗浮山。罗浮山山体广袤，方圆260多平方公里，罗浮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地处罗浮山的核心地带，地理坐标在北纬23度13分03秒到23度20分00秒，东经113度51分30秒至114度03分12秒之间，是1985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以海拔1281.5米、最高主峰飞云顶为中心，向周围扩散，总面积9811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3811.65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8.85%。缓冲区面积2146.77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1.88%。实验区面积3852.58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9.27%。属生态系统类型中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保存较完整且面积较大的次生林地区之一，同时也是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基因库。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有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及其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的生态环境、天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属中国东南沿海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北回归线偏北穿过，区内日照充足，年均气温21.9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00至1900毫米，植物茂密，植被的垂直分布变化明显。海拔1100米以上地区为山地常绿灌草群落，海拔600至1100米地区为山地常绿阔叶林群落，海拔300至600米地区为山地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混交群落，海拔300米以下地区为南亚热带沟谷雨林群落。据初步调查，区内共有维管植物214棵、808属、1539种，其中蕨类植物35棵、53属、121种和1变种，裸子植物8棵、11属、15种，被子植物171棵、744属、1371种和31变种，有苏铁、台湾苏铁、水松等3种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有格木、沙罗等14种国家二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罗浮山在植物分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8世纪，中外学者就来此调查研究，很多植物的模式标本均采于此，其中有罗浮买麻藤、罗浮考、罗浮柿等20种植物以罗浮山命名，有罗浮紫珠、罗浮梭罗等5属8种中国特有种植物。罗浮有百草，棵棵有奇效。古书记载，罗浮山自秦汉以来就是道教、佛教炼丹和岭南制药
以及药材集散地。早在1600多年前，东晋道学家、药学家葛洪和妻子鲍姑就在罗浮山采集中草药，炼制仙丹，至今还保存有其当年清洗草药的洗药池和炼制仙丹的丹灶。宋代广东有珠、香、花、药四大市场，其中药市就在罗浮山，称洞天药市。由此可见，罗浮山在岭南中草药发展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据现代科学调查，保护区有八戟、土沉香、五指毛桃、两面针等药用植物1042种，占已知植物总数的67%，是天然的中草药源。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载的走马胎就产自罗浮山。丰富的药草资源带动了罗浮山周边地区药业的发展，孕育了罗浮山百草油这一远销海内外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中草药保护品种。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梨汁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这首诗，是对四季如春、盛产佳果的罗浮山最好写照。保护区山高林峻，地形复杂，河溪纵横，林草丰茂，野果繁多，生态环境良好，是野生动物生长繁殖的理想场所。区内野生动物种类较多，资源丰富。据初步调查，有鹿栖脊椎动物140种，隶属三纲27目58科，两栖纲1目3科6种，爬行纲3目8科21种，鸟纲15目28科62种，哺乳纲8目19科51种。有云豹、蟒蛇等2种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有白鹇、穿山甲、霸陵猫、虎纹蛙、猕猴、金钱龟等14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罗浮山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优美的自然景观，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自古以来一直是神仙方士和佛家向往修炼之山。尤其葛洪在写出《抱朴子》炼出金丹，并服金丹羽化成道后，使罗浮山神仙洞府之美誉名扬海内，位列中国十大道教名山之一，素有道教祖地之称，是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七洞天和72福地的第34福地。从此以后，罗浮山道佛两教竞相繁衍，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冲虚观、九天观、黄龙观、苏劳观、八仙观、华首寺、波云寺等9观18寺。罗浮山以其独有之风光胜迹和美丽传说，使历代骚人墨客留下诸多石刻丰碑，引来无数名流雅士，或登临吟咏，或潜心隐逸，各抒所事。神仙足迹和神话传说历代志书记载斑斑，流传至今，成为历代文人骚客诗文的重要题材。历代著名诗人陆贾、谢灵运、苏东坡、湛若水等均前来罗浮游览，都留有咏题罗浮的著名诗篇。自东晋以来，
罗浮山保留了众多的石刻景点，这些以精美的书法艺术雕刻于山石之上的诗词文字，形成了罗浮山独具魅力的人文景观。据统计，罗浮山现存的摩崖石刻共有180多处，楹联300多幅，诗词500多首。这些摩崖石刻、楹联、诗词，充分展示了罗浮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罗浮山位于东江之滨，横跨博罗、增城、龙门三县，山体广袤。在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的司令部就曾设在罗浮山冲虚观，建国后作为部队的疗养院，共接待过叶剑英、贺龙等7位开国元帅。今天这些革命先辈所留下的足迹，更是给文化深厚的罗浮山增添了一笔浓厚的红色经典。罗浮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令古往今来多少名人志士、文人骚客在此流连忘返，多少仙家道佛在此潜心修道，与大自然生生相惜，和谐共处。优越的生态环境孕育了深厚的罗浮山文化，深厚的文化又赋予了罗浮山一草一木与生机和灵性。保护和发展好罗浮山这一大自然赏赐给我们人类的珍贵礼物，是我们保护区的神圣职责。近年来，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都充分展示出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文化引领的保护和发展理念。通过强化日常管理、严抓资源管护、重视社区共建、扩大宣传教育、搭建科研平台，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自然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得到有效的保护，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9%以上，充分发挥了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净化大气和物种保护等多方面的生态效益。同时与科研院校一起建立了科研教育基地，开展科普宣教，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适当发展生态旅游等多种经营，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尤为重要的是，罗浮山自然保护区是周边大小7座水库的集水源头，经过大小12条河溪汇入水库。由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文功能，调控了自然灾害的影响，确保周边25万人口安全，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人民安居乐业。这片森林保住了一方水土，守护着一方平安，显示了它的保护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保护好罗浮山不仅仅是我们的职责，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义务。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呵护这一片绿色的家园。